大家好，今天继续推荐分享西南区新盘，刚刚开盘的，跟昨天一样的小区，叫 South Wind， 开发商 Century Communities， 很喜欢他家的房子，我们在西北那边刚卖掉一套，所以跟他打交道都是很顺利的，出品都很好。这西南区的盘在 Blue Diamond 和 Food Apache 那里，这一套是四房三全浴，2605尺的，一进去有挑高的屋顶，采光特别的通透。进去右手边呢，有一房一全卫，样板房做的是半卫和 office， 但是如果你买的话是一房一全卫的。价格呢，现在有两套在卖，一套是56万9940，一套是57万7740。一样大小的，为什么价格会有一点出入？就是首先是地，可能地的大点小点，或者朝向啊，朝南朝北，还是朝东朝西啊，或者是里边的设计的细节，就升级部分的细节可能有出入。比如说它那个门把手是黑色的呀，还是银色的呀，有没有抽油烟机啊，这些细节。哦，这个楼盘交楼，有的楼一楼是 tile， 有的一楼是防水地板的，所以要看你买哪个 lot， 不一样的。反正开发商是绞尽脑汁啊，什么好卖，然后就怎么设计，怎么做出来，争取快点卖掉，这是他们的目的。他这个开发商在其他楼盘多数都有。前面都有一个围起来的靠田，就是前院，这个没有，估计就省点钱呗，是，或者是也没啥用，有那个东西，老实讲，但是挺美观的。一楼客餐厨开放式，有一房一卫；二楼一主卧，两个客卧，带一个大客厅。洗衣房也是有窗，够大，有柜子，有洗手盆的。二楼多亮的，他家二楼客厅的特点。现在还是6%的优惠啊，用它的 lender， 基础价的6%，基础价和这个卖价，装修升级以后的价格，这个大点的差6万多块钱，大概6%，50万6%，3万呢，3万多块可不是每个开发商都给得到的，抓住机会啊，如果有兴趣的，根据经验卖一卖。优惠就少了，房价就起来了。刚开盘的时候才是最优惠的时候。主卧的衣帽间好大，而且开了门直接通洗衣房的。可以少走几步路。分区好合理的这个房。喜欢吗？喜欢请跟我联系 702-635-0787。